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irthday 撒娇撒娇です。今天呢，将又来到了临时的库拿特别的来宾 ，Anson TV， 欢迎欢迎，欢迎两位。Hello， 好久好久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啊，我是默默，我是 Anson。对，好，那因为这边。有这两样东西啊，这好像是比较适合配饭吃的，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在这边直接吃。没关系啊，看到觉得蛮有趣的，应该还是可以吃啦，只是比较咸。然后听说那边有很多这种的，就是那种真空包装的东西，这样子，对，看起来是蛮好吃的。你家那只没有买到一个很经典的啊？真的吗？泡椒凤爪。泡椒凤爪，那个是什么？鸡脚吗？对，它是鸡爪，但是它很辣，很酸。鸡脚啊，就台湾不是有很多食物吗？我唯一还没有吃过的就是鸡脚。为什么？因为猪血糕那个，我一开始不敢吃，但我现在很喜欢吃了。但是唯一鸡爪，我至今就住在台湾这么久，至今还是很害怕，然后我没有吃过。那我们先从咸的开始吃好了。好，麻辣。这个是泡面。对，什么北京麻辣方便面？这是要泡的吗？可是我听说啊，对，它可以泡着吃，所以应该可以干吃吧？零食类吗？对啊，可是它这边好像是要泡。其实它那个科学面也是一样，是可以泡。我们先看好，先看看好。那如果里面有水有种油的东西，可能就不行哈。有开封 ，open， 会，有油。它没有油，真的是它没有油，它没有油，它没有油啊！你看就是粉啊，它只有这样吗？对，它只有这样哎。它里面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很辣吧？看它这个颜色，不知道哎，应该先把它弄碎一下。全部掉下去了。小心小心。只是胡椒粉还好，但是它是会辣的那种。撒娇好温柔哦，我来吧。对，太好了。因为刚刚我一挤就出来了。可是这个很香哎，这感觉好适合那个宵夜吃哦，我很爱吃宵夜。有点流眼泪了，真的好辣。不然我们要不要来吃吃看？有人看到吗？就是一点点微微红色。大家吗？开动！我觉得好吃哎。这个我喜欢，好吃好吃。吃起来还好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辣。它的那个面。本身就很香，然后它的那个辣椒粉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满汉大餐啊，泡面。嗯，对，我们都讲，就是讲，就是满汉大餐变饼干的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因为有时候想吃泡面，又会来个泡。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真空包装的姜。对吧？好奇怪，那个死会血人的感觉啊！可是这个好香哎，泡山椒的盐味笋椒。这个我们可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啦！好脆哦，有听到声音吗？辣辣酸，辣酸咸。你刚刚说是买水啊？对，我已经买水了，糟糕！可是好吃哎，这个我觉得如果有饭的话，真的很下饭，可以吃好几碗饭感觉。现在刚刚就是真的有点热，后面会辣辣。没关系，我真的要先去。买个水，先暂停。OK， 我们回来了。已经买完水。对。不然我们现在吃这个好了。像这个是小肚子，是的。好的。乱取的，取名字。这个叫大白兔，从小吃到大的糖果的样子。对，它很经典，还蛮多人有跟我说到的大白兔。它是红豆奶糖。那个包装好可爱哦。牛有点像不二家的那个。说到糖果，说到糖果，妞妞就进来，这是妞妞的摄影棚。对，妞妞给你糖果，糯米子，这个纸是可以吃的，很像那个台湾很经典的冰棒，红豆冰棒，我觉得很像，好吃哎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再来吃一个咸的吧，糖醋味的炒大娘小黄鱼，感觉有点像那种咖喱的感觉，它会不会有自然？因为我很不会吃。这个是那一种真正的鱼把它弄起来的，还是说是做成它的口味的饼干？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想到日本的那个达达西，对，就是吃起来有那个味道的咸咸的饼干，不知道是哪一种的。怎么？不知道就是。等一下啊，没有，这个应该是醋的味道，糖醋对，因为颜色就对。糖醋也有辣的。哎，它味道很重，像鳗鱼罐头啊啊！对对对，很像鳗鱼罐头。小鱼干的味道。对，真的蛮像鳗鱼罐的。你帮我拿卫生纸。为了我们
嘴巴着想，我们应该先吃这个，就是对，先辣后干应该比较好。这个可能是要配饭吃的，但我们就打开来尝尝看。哇哦，哇哦，这好颜色好像那个、哦、酸菜的颜色，闻起味道跟这个好像似曾相识，有点像。好，试试看好了，你们先拿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嫩嫩哦，这个。撑起来，哎、欸，这样子的包装，它满到这样子、欸，哎，对，它超满，超满，空气在里面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就吃了，三二一。哦，哦，这个最辣，这个很辣，啊，这个辣，这个辣，很辣，很辣，很辣。没有，那你说吧，你人家后知后觉，对不对？我刚吃了以后，有一个东西跟这个绝配。牛肉面啊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说很像它有点像酸菜的感觉，但是很辣很辣的。然后它这个啊，除了这样子吃之外，感觉很适合拿来炒菜。这个香辣菜真的拿来配这个应该吗？啊，对，配这个。但是是煮过的，来煮过的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这个应该会觉得似曾相识，有看过都对啊。麦丽素，对，麦丽素，嗯一样好吃，一样好吃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对，我现在嘴巴。缓对，缓和了。背景该吃，背景也吃，背景该吃。票选一下，今天觉得最对自己口味的是哪一个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叮叮跟我一样吗？所以默默喜欢这个。这个我觉得它跟王子面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有多了一点点那种麻辣在里面。对对对，可是又不会太辣，我是觉得很适合我小野吃。但其实我现在的第二个就是这个，其实。哦，这个对，其实这个真的也好吃。只是我们的吃法不对，对，吃法不对。它如果来配那个牛肉面的话，会非常非常对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很凌乱，对我们的背景一直拍过去，一直拍过去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有合作一集，在他们那边是关于日本旅游一定要知道的事情。对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反正就是跟日本旅游。对对对对，跟日本旅游呢。那如果觉得我们影片有趣的，请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欢迎大家来讨论你喜欢的零食，或者是有什么那个推荐的，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。那你刚才喝了有？妞妞 TV。对对对，妞妞 TV、SDV。对，那你刚才有通知哦。妞妞去前面，开镜头。好，妞妞去前面，拜拜。拜拜。